酒店运动会现场，现在我们能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，各位运动健儿也正在场内做着热身运动。这位是拳击夺冠热门选手陆晋，擅长抱抱亲亲举高高，你看这结实的手臂肌肉线条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男性荷尔蒙气息。这一位是擅长蛇形走位的短跑健将顾胜男，人称外号双刀女侠。不要看他体型娇小玲珑，其实体内蕴藏着大大的能量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其实体内蕴藏着大大的能量。大家知道我一个男人。请问两位有什么参赛感言吗？他会觉得有点恐怖，这个半夜很快，所以我现在下半年就睡着。但坐着打。但怎么样？你不可能像自己的女人去，没有权去。别打了。